朋友们大家好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今天我们就大家打一个中国传统节点万字节，也被大家称之为中国节的打法。左侧做成这样的一个单节，大家请看，单节形成的同时，右侧绳头奔这个底端，也就是从这个单节中掏出来，从底向上打过来的同时，我们绕到上方来，再进行第二个单节，从向上下掏出来，这样我们将两个单节打在一起之后，它是套在一起的。稍微整理一下绳子的走向，关键的一步就要来了，我们向两侧掏出中间这两个绳圈，向外侧这么快速的一拉，这样的一个中国结锥形就出来了。这时候我们只需要上下受力，整理好每一根绳结受力点即可，也就是每一根绳圈受力到最大化，收紧每一根绳，整理一下。我们请看，大家请看，它的每一根绳圈大小都是可以调节的，调整好适宜的大小之后，这样的一个传统中国结万字结就打好了，还是蛮不错的，美观的一个装饰性绳结。